十月十二日上午，昆凌粉丝俱乐部在微博上晒出一张昆凌爸爸的帅气照片，并发文道：“帅爸爸出现。”照片中，昆凌爸爸身着姜黄色酷帅夹克，戴着黑色墨镜，酷劲十足，神似007，俨然是一位帅气的型男。有这么一位帅气有范儿的老爸，难怪天王嫂昆凌的颜值那么高啦，真是完美继承了爸爸的优良基因。网友们也留言赞叹昆凌爸爸的帅气，昆爸爸颜值很高哦，难怪汉娜那么美。